PRP 治疗骨关节的禁忌症，也就是说哪些人不能用 PRP 治疗。首先呢，是自身身体状态不太好的人，比如说血压过高的人、低血糖的人，或者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的人，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治疗的部位有感染有溃疡这些人群啊。当然除此以外，我们的患者本身他的身体情况有问题的人，比如说艾滋病的患者，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血液感染的患者，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血小板贫瘠少血小板的患者，还有他口服了一些药物的，比如说抗凝药物。我们有一些这个心脏病的患者，他可能需要长时间或者长期口服抗凝的药，这些患者呢，我们会这个慎重选考虑他是否适合这个 PRP 的治疗。